哎呦，给你了，咋了，菊宝？看到啥了？这谁叫的？哎呦，上来闻一闻。拍视频你老是很少出镜，很少露面。对，十几只猫全在这屋待着，然后你就在里屋待着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咋了，闪闪？你跟我摇头晃脑的，吟诗一首啊？你俩来这么早看日出？偶像，你玩吧。金闪闪过去了，对那薄荷敏感吗？那上面有薄荷味儿，所以李宝又很好看。我又你爪子那么短，你都勾不着人家。那菊宝，我去，哎呦我去啊，还连跳啊？你跟那个马里奥学的，这会采蘑菇了，会创金币了，不蹦了呢？啊，又蹦了！哎呦喂，真是！人不可貌相，腿短也不可斗量。别看好看腿短，但人家敢蹦，连蹦带跳的，还属于唱跳型的伴舞的，不是歌手。这猫都在这屋，哪天找一支激光笔，他们肯定会玩的欢。哎呦！这速度，只可惜你那个智商不在线。那玩意儿人家在外面，你怎么打怎么挠，对人家也没有伤害呀。闪闪，哎呀，乖啊！哎呦我去，黄文俊，这就在我后面那个舔啦，舔狗，舔地板呢。别舔了，别舔了。胖虎非常虔诚的在那窗台上匍匐着。你那个颜色要是闭灯了，你还隐藏的会挺好，和这个黑夜融为一体。你说，灿灿，你这灿灿着急了叫的，你瞅你姥姥。你也不敢还手啊，灿灿，那姥姥那么对你们，你说你姥姥对你妈不好，对你不好的，对你姐不好，对谁都不好，居然还能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你们太包容她了。你瞅那舔爪子呢，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也不知道舔啥呢。哎呦我去！那谁在那里啊？哎呦，已经倒了，什么时候去舔呢？我去去去去！害怕了？怕聚宝攻击你？我离近点儿，我看看你们到底在扑什么。灿灿，你要是有点分寸，你就赶紧下去，你姥姥还会迁怒于你，因为他一不顺心，他就拿你出气。菊宝，哎呀，离有将近1米，你俩就互相看不上了。你没发现，好看下去之后，这个平台的风气立刻就清澈了。看大帅还去玩那玩具不？要不玩我就收起来了。灿灿说话了。哎呦，灿灿，完了！哎呀，灿灿，你想陆毅没？你们想陆毅，应该想酸菜哈，
酸菜在沈阳可想你了。当然了。